锵锵三人行，王蒙老师，哎哎，咱们在国内待得多啊，是是，咱们这儿有个扎建英老师、啊，扎老师、嗯，哎，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世界观，是，因为你每年一半在美国，一半在中国，是是，啊，这种生活状态很有意思，是，对吧？嗯，所以呢，最近他就带了一篇《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回来给我们当话题，哦，而且这个话题呢，还真的是他这个女权，你算女权主义？你不算。别、啊，我算，我应该问你，女权的定义就是说男女平等或者平权，在这个意义上，你相信这个都是女权主义？我问你，文涛，你是女权主义吗？我肯定不是。你认为这两个是不平等的？我不是说从体力上，嗯、当然你们劲儿大啊、嗯，我说的是权力上的平等，嗯、这是女权的基本的定义、啊。说实在的，我这个嘴上说是的。嗯，但是我可能内心深处还是不太相信的。嗯，这没关系，啊、没关系。对对对，那你真不是女权。比如说，我觉得王老师，我觉得他也是一女权主义者。五四时期的很多的大男人，其实都是女权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但是在这个基本意义上啊，不是。但是我知道一句话呀、啊，就是说这个至少欧洲文明上讲啊，就说这个文明的每一次这个高潮期啊，就是发展的特别好的时代。都有一个特征，就是说男人对妇女的尊重。对，这个说是一个研究欧洲艺术史的专家啊，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比如说十八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学派，那个时候贵夫人组织的这个沙龙，他就说啊，每一次这个好像还有就像11、12世纪时候的罗马一样，就说每一次文明的繁盛期，往往伴随着男人对女人的这种尊重乃至于平等。哟，这说的真好啊！真对我这你套到中国眼前的，我就我刚才说的五四就是啊，他这以这个对妇女的解放，当然也是跟西方其实，比如说妇女缠足这件事儿，其实你要研究到最开始是怎么突然一下在好像几十年内就把这将近900年一千年的习俗给废掉了，也是一批基督教传教士。欧美的到中国来，然后被一批像梁启超他们这样的中国的男性的精英先接受、嗯、然后认为这是一个逐渐认为这是一个耻辱甚至是一个国耻、啊、然后再开始推动反对缠足把这么这个破掉了。所以就说历史到了今天呢，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哈，哎，我觉得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啊是挑妇联的刺儿的，对，是是吧？我是觉得他这个角度是，这是一个在北京的一个美国的撰稿人，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女博士研究生，她呢整天看妇联的中国这个妇联的官方网站上登了什么？你看我跟您念一段，您就知道哈。她说，这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标题叫《中国的剩女》，嗯，就讲这个剩女，她就说啊。你听听这些文章的标题，听着像是小报上的，比如说克服四大情绪障碍，剩女也能摆脱单身，8个简单步骤让你脱离剩女困境，以及剩女真的值得我们同情吗？但是他说这些抓人眼球的标题啊，并不是出现在八卦杂志上，而是发表在中国主张男女平等的机构妇联的网站上的。嗯，他说有关单身问题的文章啊，他说而妇联呢是由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成立，其作用是保障妇女权益。2007年妇联将剩女定义为年过27岁的未婚女性，中国教育部也把这个收入了官方词典，从此妇联网站上开始刊登这些给高学历的中国单身女性贴标签的文章。但这个我们还需要跟妇联方面这个查证，这只是美国单方面他在文章里这么写，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怎么妇联的网站上整天为剩女着急？甚至我发现呢，他这个阴谋论呢，他在这个揣测这个是跟什么计划生育政策？对，他说这个是等于是妇联。自从接到了这个是什么人口什么部啊，就是反正是就是消除人口压力，对，要提高人口素质，啊、就国务院的这么一个部门，让妇联配合做这个工作，提高人口素质呢，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有巨大的压力，而这个人口里边的这些剩女啊，所谓剩女就是这些受教育程度高的、素质高的这些女性，反而很多都单身。那么他们就着急了，就是说这个不能优化人口，甚至他有这些文字啊，
他说这个很多高学历的剩女思想非常开放，他们热衷于在夜店寻找一夜情，或是做高官和有钱人的情妇。只有他们失去了青春或是被男人抛弃的时候，他们才会决定要寻找一个生活伴侣。因此大部分剩女都不值得我们同情。这个人的意思是说呀，就说官方网站的网站上发这种文章，他我有点不太相信他的解释，因为他说呀，他觉得可能是妇联为了搞计划生育，那么有什么比通过恐吓剩女让他们结婚生育更好的能提高国家人口素质的办法呢？他的意思啊，让这些三高的妇女啊赶快结婚生孩子，生出来的孩子一定素质高，就提高了中国的人口素质。他说妇联有这个阴谋，所以才在网站上发这个文章。这文章因为这个纽约时报前几天刚登的，所以我也没有时间查证，就正好走之前一天看到的这篇文章。而这个人，他好像我从他名字上看好像是有亚裔血统的，就是混血的这么一个女性。他这个文章就是感觉，你就感觉这个作者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了，就是中国这种倒退啊，这种女权。然后呢，在同一天我还接到了我一对朋友，这是70后的一对从中国大陆在纽约住的朋友的email， 就说你看到那篇文章没有，怎么对这种就是说独立的有受教育的这种女性是这么一种态度呢？嗯，他就觉得非常的。王老师，你作为经常跟妇联打交道的人，没有，我没有我要这个，我这都听着相当的生疏。但是我只能说我的印象，我对于他写的这篇文章啊，我无话可讲。我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从中国有了自由恋爱起，那个原来是都由这个父母包办的时候，反倒没有这种现象。说让你嫁人，你到时候18岁、19岁、16岁，甚至就让你嫁了人了。对。一直这个旧中国也一样，就是49年以前的中国也一样，就是文化层次高的、社会地位高的、有重要的职业的这样的女生呢，往往会找不到对象。我们可以一下子就想出好几个，就这种地位非常高的女性，对，她们没有结婚。对，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大部分人并不是从一起始就下定了独身的愿望。对，也不是他生理上有什么其他的特点，也不是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否定这个婚姻这种社会结构、社会形式。就是找不着，这个原因呢非常简单，就是女人要找比自己高的，对，你是处长，你得找局长，对，是啊，男人要找比自己低的，男人呢，你找谁都行，这不行，我觉得这不能说找谁都行，不找谁都行，我跟你这么说啊，男人呢，只要是他自己有结婚的愿望和基本的生理的条件。我没有一个大光棍的，因为很简单，你最后你找不到茴香，因为茴香那儿排着队的，是吧？最漂亮的、功课最好的，是吧？这个最有前途的、最聪明的，在那儿排着队的。哎，那可是在乡下的那些男的不就大光棍了吗？大光棍了，就是所以没有说找不到的。所以这个情况很可怕呀，不是，这个情况很可怕。实际上，因为中国现在的整个的情况啊，是男孩子比女孩子多，对，我就是而且多了，已经超过了社会的警戒线，上千万。对，他这个文章里边其实好像也提了有。是多少1700万是还甚至更多，就因为在这实际上是剩男比剩女更多。可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都在讨论剩女的现象呢？这很有意思，就是说大家认为剩女是最不应该发生的现象，剩女不结婚是错的，剩男他是不是不得已。这我觉得这个思路完全，这个美国人思路跟咱们不一样。嗯，咱们这儿的我相信啊，就我估计妇联他谈这个问题啊，就是非常同情这些剩女，哎，就是说你年岁挺大了，而且这些人有的人很苦恼，很苦闷，这样的故事我也知道，有自杀的，有一时神经出毛病的进安定医院的，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他写各种的文章的目的就是给你们出各种主意，你们不要把自己啊终老家中，不要搞得一生就是从心理到生理上都非常的不愉快。是，我相信傅联是这个意思。是，可是按他这个引子，那个优生学在中国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对，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哪有那么多人写。可是他除非他是编出来的哈，否则的话，在这种傅联的杂志上就看到这种，就是说。我看的是英文的这个原版的，也不知道他翻译当中是不是强化了这种就是歧视性的词。反正他这个也是劝你，就是说为你着想，帮你赶快找到。可是他说的就是说你不要演得太高了，你不要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万一结婚了，你也不要轻易离婚。要男人在外边风流，你要找你自己的毛病，你不要先挑他的。他是这个，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原因呢。中国的越是高级女性，她眼界越高。为什么她找不到？她如果没有成就，对，是不是？如果她没有钱，现在这女富豪，对，就所谓富婆，这话都不好听了，也是很难找到对象。对，高层的女性和最低层的这个男性都被剩下了。对，现在，然后这个其实，在钱钟书的那《围城》里边都有一个人物叫苏小姐，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对对对对，是，就是说这种海归嘛，那时候年代的女海归，他说最找不着了，就这种，他只能找谁呢？只能找洋人了，因为这中国人，这男人就谁敢呀、啊？就没有这个自信，说我要找这么一个，我怎么办呀、啊？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啊，这老百姓的说法，这绝对不是傅联的说法，也不是和任何背景无关。说现在有这么几种人找不着对象，一种是女博士，对、啊，说有些男人一听说这是博士，我不见，对，是不是？你整天戴着深度的眼镜，整天看书，是不是？我伺候一个博士，我干嘛呀？你又不给我洗衣服，又不给我做饭的，女博士，甚至于女党员，是吧？一听说党员，这可了不得。是不是、啊？别来了家里成立党小组。对了，再告诉你，又批评我这句话不对了，是这个烟不能抽，那个酒不能喝，这个礼不能收，哎，就是，所以他说的那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女生啊，这是我替傅联设想，就是咱们女生啊，也实事求是，逮着一个也不容易，逮着一个尽量爱护，尽量保守，尽量维稳。对，但是实际上它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因为你除非就是男士也要接受跟自己差不多，因为你跟他找一个平等的话，他觉得不舒服，他要往下找。那么就是说，为什么那玩笑就说女海归只能找男民工了呢？你除非出国啊，找洋人，否则真的只能他们俩碰上了。为什么？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就是说其实。中国的，我不知道这文涛是不是你心里是不是这种感觉哈、啊？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自信，我这么说，就是说我要找一个要跟我一样的，我很累，你知道，我很难搞这种人。然后女的呢，她也觉得她也在束缚在一个传统的思维，她就觉得我要是找一个比我低的，这以后问题多了也，你知道吗？找一个不如我的。这俩人以后，因为他实际上他那惯性思维还是要这么一个男强女弱，所以他调不过来，他在心理上两边都调不过来，所以这实际的问题他是不能通过你劝说傅联要什么给你搭桥来解决的。饮酒运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古井贡酒。科技是品质的源泉，责任是品质的保证，品质改变世界，三一重工。传承千年酿造工艺，历经天宝洞藏，红花国色，酱香典范，红花郎。人家就讲啊，就是说现在这个女性啊，实际上是有一个最尴尬的这么一种情况，比如说甚至说在跟这个什么
性关系的发生上啊，都说到，就说这个剩女，那个最尴尬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呢，恐怕说总得这个两个人，这个先上床，对吧？嗯，才能够谈到结婚这些事儿。没有人说结婚之后才性生活，对吧？于是呢，这个女的又不无法判明，就说这个男的是真心喜欢我，还是为了要跟我上床？无奈何呢，要去试一试。一试呢，你试的太多了吧？男人又一种心态就出现了。啊，这个性关系较多、性对象较多的女性啊，男人不愿意接受。对，所以最后你说这个女的啊，在这个两者之间呢、啊，往往就很尴尬。其实这个我倒觉得这地方出来中国特色了。或者亚洲特色，对对，亚洲、日本、韩国、中国男性都有这种所谓处女情节。这个在西方，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这20年了，真的没有这种这么、至少没有这么严重的这种问题。我不讳言吧，当然我不完全调查哈，就我看到的少数情况啊，就是，哎，就说这个女的啊，要比如说老是玩情感经历比较丰富的这种女的，还是高学历海归往往回来的、嗯，最后我们看呢。的确是在中国男人里啊，中国男人就慢慢的敬而远之了，没错。最后你看他着落在哪儿呢？老外能接受，没错。他外国人，我跟你说，他是一种什么感觉？他觉得，哎呦，这个女的是挑出来的，不是，就是说他不是，他说我怎么能对？不是，他就是说我怎么能弄一个？这就好像等于是就是谁也不要，这好多人都要他，我把他征服了，牛。你知道他是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是这种自信也在这儿，就包括比如说中国男的一定要找小女孩，也是小女孩容易驾驭啊，对，小鸟依人嘛，是吧？你找一个大女人，久经沙场，一个人难受，久经沙场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这心理问题其实是双方的。这个对这个《纽约时报》的这哥们写的这东西，他的推测呀。我基本上是不相信的，不相信。但是它里头有给我一个启发，我觉得我们应该接受，而且我们通过锵锵三人行要号召，广为就是把剩女这个词儿要改掉。改掉。我跟你说，它英文里特难听，叫 leftover， 这像骂人的话一样。就是它那个 leftover 是剩饭剩菜的意思。对呀，就等于你怎么能要叫剩女呢？中国人是最重视名称的呀。对。最近我都很感动，说有一批医生和病人家属，对，坚决要求提倡，就是把那个老年痴呆症这个名称改掉。对，改成晕眩也可以，改成甚至是这个智力障碍，智力障碍，就像以前把残废、痴呆、残废给改成残疾一样，这个更文明。不是很讲这个吗？是不是啊？你过去乌鲁木齐叫迪化，就是要化人家，现在改名叫乌鲁木齐。对，过去那个呼和浩特叫归绥，就是你让人家归顺给你了，现在叫呼和浩特，这都非常的好。对，所以这个剩女这个词儿从现在起就把它废了，坚决废了，由我们倡议，好，由窦文涛同志倡议把剩女废了。哎，那不是把剩女，你这个词儿废了，你说出他心里话来了。过去人家叫大龄，或者你想一个什么好。我因为实际上大龄女青年也不好，不好，大龄女青年也不好。您别使劲儿了，就没有这个词儿最好。就没有这个词。在美国，其实这种就是是啊，大龄高龄的不是高学历的高收入女性不结婚选择单身的很多，并不是说没有，但是人家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吗？对了，咱们不要找这个词儿就完了吧？你要他就是说他没有配，比如说他现在需要找对象，说明他现在没有配偶就完了吗？对，他不可能是同时找两三个啊！我就觉得中国这种要管制，老要觉得你为他好，你要把他扶上正道，让他归顺一个社会主流的这个，就这种倾向就的确是很可恶，而且是好心经常办坏事。单身就香港就叫单身人士，在情感这种事上，你怎么能强制人家说你结婚吧，你凑合算了。软件园全球软件企业合作伙伴。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一赫兹好变频，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这条河，这个镇，创造了中国酱酒传奇，古镇老酒，上品人生。贵州茅台镇古镇老酒，众星为你聚焦，世界因你璀璨，新一代轩逸耀世登场。感恩400万，彪悍礼遇回馈每一个你。东风日产。那我说实在的，所有的报刊上的，写这个应该怎么搞恋爱的，我没有一个我相信的。那个，你真正搞恋爱的人有谁是先学习完了，就是上完训练班才弄一守则？没错。所以往往天天最爱议论别人的人呢，恰恰是自个儿生活贫乏的人。是不？哎，但是你说改这个词儿啊，哎，我还想起来。改剩女咱把它废了啊，对，但是我再给提一个敏感的词儿，你们怎么看？嗯，像什么小三二奶呢？对了，这个词儿怎么要废了？这词都不好，都不好，都极其就显得我们本身很低下，没错，趣味也很低下，文明也很低下，没错啊，甚至于包括什么鸡。这些话我都觉得不好，干什么这么说话呢？咱们中国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词儿，那么多这个，咱们汉字那么多，就想不出一个好点的词儿来。这些脏词儿啊，才真正是侮辱妇女的。这是、对，而且也侮辱了男人。你想，男人在用着这种词的时候，而且我要说中国男性一个特别什么，我就在说，我前些时候去澳洲这个讲演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中国在对美国这么一个强国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是女性。你在一个整个一个文化都变成一个在一个弱势的情况下，你已经都一二百年了，你终于有点尊严站起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这国家的男性还不能体会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群体的这种心情。其实这个男女平等唯一的一个就是说，这两个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有强弱之别，就像美国和中国一样，但是他们两个人是同等有尊严的两个个体，两个国家，互相两种文化，你要互相尊重，在这点上应该是平等的。如果中国男性你认为就是说你比女的高，那你就要承认你作为一个女性的弱势的民族，你就比人家美国低。对，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你还不能体会到，从这点上你不能体会到一个弱势群体和民族的这种感觉，那你这个学费我们都付了多少的学费，所以需要张扬文学啊。文学就是讲同情之了解啊，就是讲设身处地啊，是吧，去体验。我们这么阴性的一个文化，我们是大阴呢。我不是说就是说美国碰上这回一个崛起的中国，他这个大洋民族终于第一次碰上一个大阴，我说的是伟大的意思啊，这个阴不是阴暗的意思，就是两个这么不同的文化，你要学会，你要尊重不同的一种人，不同的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你们俩要并存，你们俩要共存，你不能说一个要征服战胜另一个，你们俩就得一块活下去。这种，而且这会使这个世界更丰富，阴阳相济嘛，对对吧？是，各种带有歧视性、侮辱性、嘲笑性，对，甚至我觉得那些什么小二、小三呢、那个他流露的恰恰是中国男人的那种悲。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是什么人造的？你说这你。是个感情的事，对而且我得到了。